车子一离开，一名黑衣男子突然跳车，在一拐一拐的爬到路边，小客车驾驶踩足油门。民警获报赶到现场，发现跳车的黑衣男子狼狈的坐在路边，手脚擦挫伤，鲜血还滴到地板上，救护人员赶紧将他抱走送医。接获通报。 在本辖的复兴二路42号前，有自小客车被抢。被害人林姓男子，他和一名男子约在超商要买卖权利车，对方却说要下车提前，却拿出刀子威胁，把林姓男子划伤后，眼看情况不对，他就跳车逃命。嫌疑人在试车之后就假借要提款，突然间就持刀逼迫被害人下车，双方也产生了肢体冲突。警方根据车牌一路追车，发现嫌犯开车。 一路往北，躲在彰化一间汽车旅馆。躲在汽车旅馆的嫌犯被警方押至在地，在身边也找到作案菜刀。这起假释车真抢劫，警方还在厘清是否有其他共犯。记者金先中、罗彩瑶高雄报道。这里帮你大家科普一下，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。 旺旺水神维酸性电解次氯酸水与病毒细菌作用打架完之后呢，就变成了水，温和不刺激。它比酒精跟漂白水呢更环保，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。请赶快上快点购，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哦。